今天我们来讲64首当中的谗首噎状。谗首噎状在全谱当中啊有这样一段描述：头打落翼随足走，拳出掌推后腿蹬。那它是什么意思呢？头打落翼随足走，拳出掌推足后蹬。这句话啊，咱们得把它拆开一点一点来分析。首先呢，这里边就有一个双关语，比如说头打。头打指的不光是用头去攻击对方，它还指的是拳架结构力学结构当中的力头。然后落翼，落翼呢指的是你整体的拳架结构的重力和加速度，借助惯性，这指的是落翼。那随足走啊，就是我们的攻击方向和你行进的指向性，这叫头打落翼随足走，拳出掌推足后蹬。那么我们在不使用八卦钺的情况下，谗首噎状是怎么应用的呢？现在呢，我们来说说在不使用八卦钺的情况下，谗首噎状是怎么应用的。当我跟对方相接触的时候，大家看到了啊，这一瞬间我跟对方有一个接触点，那么我就要在这一瞬间通过我与对方之间的接触点去感受对方的力量虚实和大小。现在我觉得对方的上面的力量大，下边的力量小，那么我就通过谗首噎状到对方力量薄弱的环节，拳出掌推足后蹬，给对方造成伤害。在这个过程当中，拳有了，掌推有了，足后蹬也有了，通过这种层层递进的用力方式，破坏对方的拳架结构，破坏对方的平衡，给对方造成伤害。刚才呢是其中一种应用方式，现在咱们再来说另外一种。同样，当对方向我攻击的时候，我把对方的拳从我的内缘斜后方让出去，让对方的力量打空，那么在这一瞬间，我就要通过我前手的手肘去威胁对方，这个时候对方不得不去防御我的手肘，那么对方不让我进攻了，这个时候对方中了我的计策了。同样通过谗首控制住对方手臂的活动关节角度，然后用噎状去攻击对方。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我限制了对方的关节活动角度，所以我除了可以给对方造成冲击的伤害，还可以给对方的关节造成伤害。这个呢是谗首噎状的另外一个应用方式。刚才呢我们说的是不使用八卦钺的情况下，现在我们要使用八卦钺了，那谗首噎状就要根据八卦钺的特点来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比如当对方向我攻击的时候，对方的力量非常的大，势头非常的猛，我不得不用后手钺来进行防御，那我后手钺进行防御了，前手钺就可以用于攻击了。因为八卦钺的特性啊，内缘四面都是非常锋利的刃儿，我在用身体去挤压对方的同时，这个过程就已经给对方造成伤害了。现在呢，我就可以把对方撞出去了。这个是谗首噎状的一种使用方式。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当我向对方主动进攻的时候，又是什么样呢？比如当我向对方攻击了，对方不得不防御了，现在我就要用后手的钺，去根据对方这把刀的走向，根据它的轨迹，挑开对方，让对方的武器不能回防，我前手钺呢在这一瞬间脱开，就可以直接去攻击对方了。同样对方呢是会动的人，都是有反应的，对方也会阻止我去攻击对方，那么我这个角度不能攻击了。大家记住啊，谗首噎状的谗是他的灵魂，换个角度同样还可以攻击对方，然后把对方撞出去造成伤害。这个呢是谗首噎状的另外一种使用方式。在不使用八卦钺的情况下，肢体的接触点是关键。在使用八卦钺的情况下，兵器的接触点是关键。不管我们是否使用兵器，接触点都是关键。只有处理好了接触点，我们才能在对抗当中获得优势。